Ong Hieng Fuong， 我来自斯雷蒙的丹东十八，然后我是2017年 Nando 比赛的大奖得主。然后在这一次的 group show 中，我所准备的作品是关于我在马来西亚所经历和所看到的人和事。就在这里边有关于到马来西亚的政治、文化和经济等活动，而且在这片热带的土地里，文化大杂烩的环境，老百姓们的生活。通常我会背着相机出门去拍照取材，再把这些元素一一整合，组成一幅画成一幅新的作品。当然，因为这次的疫情导致我不能回学校上课，但是我依然坚持创作，没有停下来。我觉得这次的疫情也许是一扇窗口，它让我尝试了很多之前没有尝试的东西。通过不断的尝试，让我学到了很多。虽然一直不能回校的消息让我得到了一次次的打击，但是我从这里学到的是要沉住气，不要急，慢慢的精进自己的技术，对自己的作品要求严格，这样还是能吸引到欣赏者。在最后，我也感激南都给我这个机会，可以在这个 workshop 中展示我的作品。在此，我也肯定南都在提拔行进艺术家方面展示他们作品做出的贡献。谢谢。